你今天是石像，為什麼？沒有啊，你通常石像是不用給人認的，所以可以認回這些。你真的買了的話呢？什麼啊？買了什麼？你現在在錄影還是什麼？我現在沒什麼做啊，你看看。你買了那條裙子，我買了紅色衣服給你。我可以給你什麼裙子？你買我可以試一條啊。這隻色不襯，但我可以穿到的。那你試一下，試來看看。我喜歡個啡色袋咯，真的是卡其啡的袋。如果是你給錢的話，我可以穿任何東西的。真的？是啊。你穿什麼先？我去 fitting room 你試出來看先。是啊，就拍張相。沒所謂啊。不是，我想你真的在錄影。是啊。嗯。嗨。哈哈哈哈。你做什麼？你做什麼？轉了。幾大啊？99元。幾大啊？99元。唔係咩？幾大啊！我覺得呢啲係我穿 Burka 啊。我想睇你哋著。點解你自己唔試一下咧？成日都話睇人哋著。我中意睇人哋著。好好。等我揾一件俾你。呢件。哇！得唔得？得嘅。唔得。喂，只咧唔緊要。連身褲嗰啲咧，紫色色會好啲喎。我話佢依一度你著就得。我唔得，太鬆啦。唔得啦，我著咗啲再細碼咁樣。我想買俾我先。似 Mario。你買俾我啦。